3月27日，新闻主持人 Shannon Beam 发推称，一位年轻男孩可能仅剩几天的时日，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得到复仇者联盟中其中一位的问候。他向推特寻求帮助，尽可能联系到这些扮演超级英雄的演员。随后在复仇者联盟上扮演过超级英雄的演员纷纷做出了回复。美队克里斯·埃文斯称，很乐意请私信我。此时瑞恩·雷诺兹表示，我更像是复仇者联盟替补队员，不过很乐意提供帮助。幻视保罗·贝塔尼称，我是紫色那只，私信我。鹰眼杰米·瑞雷纳兹表示，刚刚下班，已经整装待发。在奇异博士中饰演博士助手的老王本尼迪克特王也回复道，请私信。侦波女汪可盈还亲切询问了男孩的名字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